啊，我现在在那个桌子一团乱，因为我刚从高雄回来。我现在在整理这个，你看这个在排这个影片的这个正排班呢、啊。就我们现在一个礼拜是三支影片嘛，但其实不是影片不想多，是人力没有办法那么多。再来就是，就算有这个人力呢，版面也是有限制。但现在先解决问题的是，我们影片的上片的时间呢要固定起来。那像这个川西呢之旅呢，现在已经这礼拜五要上第五集，下礼拜第六集、第七、第八。那完结篇呢，很有可能是在第九或者是第八。但是会多出两支特辑，也就是它不属于任何 EP 多少的，它就是特辑会有两集，然后呢 EP 01、23、25、26起到第八，很有可能最后一集就是第八集，也就是在这个月的25号会把它结束。那我觉得固定时间把它上这系列的是一个很棒的，但是它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如果我在礼拜三或礼拜一上架不同系列的，各位朋友们会不会觉得这样很容易把这个时间给打乱了？譬如说，我现在这个礼拜三准备要上这个，越南的第一集，礼拜三会上。然后呢，越南能够剪几集，我不知道，因为那毕竟那是员工旅游，他拍的很随性啊。所以呢，我就很难去拿捏，就是到底要能够上到几集。而且这越南的部分是全部交给我的同事去处理，全部让他去剪啊。我在中间我就不做任何的，任何的意见，就尽量不要出意见，让他尽情的发挥。那现在重点呢，就是影片九月份的，哎，靠，我印错，这是十月份啊。搞老半天，我印了十月份了，你看印错了。我通常印这个 A3 的大张的，然后印出来之后呢，然后呢在上面贴标签。那譬如说这一个是假设说这个川藏系列第五集好了，那我就把它贴在这个集结礼拜五这上面。那万一如果变动，我就可以把它撕起来，就不用拿立可把在那边擦来擦去。那贴满了之后，就之前我的那笔记本整本都是满满的。所以呢，刚刚弄错了，我们应该要印九月，现在印到十月去了。A3，我的印表机可以印到 A3，所以我把它列印出来吧。A3，28号列印。OK。然后，就回到我刚话题。固定某个礼拜几都是这个系列也不错。那你像那个信誓旦旦，人家他们是怎么做？他们就是中间一整串都是一直连续的，中间不会有插任何其他的进来。所以我现在还在摸索，到底要怎么样做会比较好一点，好不好？我最近有这个副频道，那副频道呢，我觉得，给我一个。蛮方便的事情就是说，副频道我们的宗旨就是不剪辑嘛，然后就是很随性。它有一点像 Mexican 刚开始初创的频道，以我们以前所谓的初创频道的时候，即便是用心剪辑，那时候的功力对我们来讲看起来就是不及格的剪辑也好，或者是根本就等于没剪辑也好。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心境啊，把它放在就是第二频道，就是很随意。然后不剪辑，也没配乐，然后也没有字幕，那其实就相当于以前刚刚开始在创立频道。那这有个好处，就是我有太多太多以前拍的影片的内容，没有把它放在没有把它放出来。那如果第二频道呢是这么没有包袱的一个频道，那对我们来讲实在是太方便了，我就可以把以前的影片呢全部都放上来。那第二频道反而会变成比较丰富。那另外还有人在反映说，第二频道比第一频道好看，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喜欢这种比较亲民方式的，这种影片呈现的内容，
所以呢，他觉得这样子的方式他比较喜欢，所以难怪嘛，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一些比较生活化的影片反而点击率比较高，这是很合理的，因为有些人他就喜欢看这种比较轻松一点的啊，这个我们当然能够理解。那所以这样就很好，我们有两个频道把它分开，那分开之后就可以做到我想要精致一点的内容放在主频道，然后比较随性的内容放在副频道，所以呢我们从这几天就开始这样子做。那今天这个内容最主要是让大家看一下，就是说除了我们在拍片之外，其实我们花很多时间在整理这些影片的素材。这个就是 schedule， 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是 schedule。 你看川西的有没有固定的，这是九月份的，然后越南呢这礼拜三上第一集、第二集跟第三集，那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慢慢的就是系列化。那接下来呢礼拜一的部分呢可能就会比较随性一点，譬如说什么开箱啦，或者是单一美食啊，或者是有时候要干嘛。那礼拜二跟礼拜四呢也是可以随性发挥，最主要是礼拜一、礼拜三、礼拜五是我们固定的，那有时候会有一些特辑，就会譬如说放在礼拜二、礼拜四或者是礼拜六。那所以目前我觉得这样子的方式呢会是比较好一点的。那另外就是也很感谢各位会员粉丝朋友们啊，这个能够支持。那在九月中又想要去日本，那跟 Brian 一起去，机票啦、住宿啦还有吃的啦，但是我对日本的内容我还是蛮有信心的，所以呢我还是想要试试看。那今天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下，那之后我会有一集是专门在拍，跟大家预告一下，就是在旁边侧拍，拍我们这些创作者是如何在拍业配，如何在跟厂商在交涉这些事情，这些是属于比较背后的幕后的事情，一般创作者没有在拍的，就是如何跟厂商交涉，这整个东西是有点像实境，然后整个把它拍摄出来让大家看一下，就说哎，我们跟厂商之间其实你们看到目前跟幕后其实是不太一样的，好不好？好，今天就到这地方了，谢谢大家了，我们下次见了各位，拜拜。